放菜啊，你怎么都没听啊？哎呦，你不要去把他放菜啊，听无，你真正是够烦就烦了你啊。陈长顺这两个查某实在真有意思诶，去年底还悠悠来啦。哎呀，我不要跟你讲啊啦，伟弟啦，你就是不准去买啦，啊啦，无要怪我给你歹看，应该离开的人是你才对啦。闪啊！哎，跟我小心哦！啊，来来来，红姐，来，司令。哎，无代志就好啊啦！你是有够无路用的呢，嘴会讲要照顾阮超越啦，啊，结果家己走路竟然走到跋跋倒啦。你哦，我已经等你休困啦，莫再给阮超越添麻烦啦。阮超越即摆有心嘞，搁都爱烦恼你。啊，回去啊，回去啦。明明是你给我送的，你搁讲。阿公，你那个傻啊？你害伊曾经嘛叫阮车两撞呢。啊，拄只伊嘛有傻瓜。啊，我那知影伊徛袂稳，那跋跋倒，我也不是超工的啊。干嘛嘞？亲戚也是目睭金金，第一脸笑的哦。凭什么来指责我？拄则发生的代志，我哪有看到啊？明明是你家己撒跋倒的，你阁想要推卸责任？巨虎林，卡说你若需要证据来制裁伊，我请两台行车记录器，应该应该清清楚楚的。我现在向外书记提你，方便来告伊。好，这个领会，我赶紧要走，一点仔假事。这是我跟朱瑞平的私人问问，跟你有什么期待呀？事主就无讲话啊！你查的关营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路见不平，气死人！我就是那个阴人啊！我无想要看到光头白脸，看到让人欺负，我想要在遐过白惨啊！我看你这款人就是欠架势的，你这欠架势的，谢青阿长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都有车头，无他们就看明我是谁。我敢是你的灯牌，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你讲啥啊？讲啥啊？你到底老衰未啊？讲啥啊？哪里啊？害怕？我是家己人。你哪个这样子就来了？妈，是的啦。啊，我对台湾的路不熟，无让你等伤久吧。侯副总啊，啊，这位是你的妈妈。是，伊是我的大姐杨双水，也是五级集团的总裁。你哪有认识？妈，这位小姐是江总裁的查某孙啊，江超越。啊，这位是环宇集团的彭彩霞，彭副总。拍谁啦？度假是我想过懵懂啦，有一点不识泰山呢。今年无发现哦，眼前这位哦，这么高贵、气势这么好的夫人是杨总裁啦。
啊，不过是不是当拜托杨总裁，看咧环宇集团跟恁五级集团有合作分享，大力努大力原谅我。我顶多要感谢你给我提气啦。啊，亲像你这种看广无看低，啊，搁爱讲白痴的人，我真正想袂晓呢。迄个环宇集团的江总裁是安怎这么看重你嘞？我真顶多来怀疑讲，迄个江总裁，伊真正是袂晓看人嘞。蝴蝶，咱是不是要重新评估那个环宇集团的合作的关系？总裁，还是我超越。我听蝴蝶讲，你准备要结婚啊？啊，唔知影啥人有这么好气，会当娶你做某？总裁，我的未婚夫伊叫陈文瑶，伊是一个真正直，够辛苦啦。是啦，迄陈文瑶哦，就是我的后生啦，唔拿生了烟斗，阁真将才呢。辛苦顶哦，老的嘛是我的货，我好的所在哦，伊都有遗传着啦。正直甲勤困，那就代表讲伊这个人品行真好啊。无怪你会把你的心交予伊，啊，唔知啊，伊即摆第一倒位吃头路？哦，伊是黑旗集团的总经理。黑旗集团，蝴蝶，我会记得黑旗集团董事长。敢是叫做陈忠信？是，大白金嘛，甲环宇集团合作未来城的养生中心的计划，黑旗集团嘛是其中的股东。嗯，然后呢，我阁加一个理由来认识你的未婚夫，到时间再介绍阮认识。好啊，无问题。对啊，总裁，这位丽萍阿姨，伊是文瑶的爸爸，准备要娶你们的家后。所以讲，我要再请伊陪我来见婚纱。啊，我也是未来黑旗集团的当娘哦。哎呦，邱总裁，你唔通咧叫我啦。我不过是照顾陈家的大大小小，公司的代志我无插手啦。这样你也怂，陈家来的人当然什么嘛无法度插手。狐狸，你是过谦虚啊啦！当当的要让你去处理因囝婚事的代志，迄就表示讲已经让你冥婚啦。啊对啦，啊你拄只去有人撒跋倒，敢真正唔免去病院小检查一下？真正唔免啦！哎，小花伤尔，我有皮膏肉粗，真无算啥。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感谢你。狐狸，你莫这么客气啦。咱讲来讲去，咱嘛是有关系啊！啊，算起来拢是家己人。啊，我做我应该做的，讲我应该讲的。啊，今日拄好我出现在遐，就代表咱两个人有缘。这拢是天公伯的安排，你莫放在心肝头啦。多谢尹总裁。我拄只吼，已经甲经理交代过啊。啊，你就等下阿伯超越来试穿牛衫，啊，无要紧的人，因来甲赶走啦。像是不要紧的啦。刚刚你直接爱我提扫帚出来，你敢敢玩造型？看来我做了对啊，总算把压力赶走啊，给你一个清净的空间啊。实在是足歹势，吴总裁，我咧看笑话啊。袂啦，乌马乌人行，这种人一定要有人出面来压伊的气势啊！好啊啦，卖个烦恼啊，压力卖遮尔大，你已经浪费遮尔侪时间啊，赶紧哦去试穿牛衫，啊，我蝴蝶嘛要来离开，麻烦你交了啊。多谢总裁。总裁，顺行哦。会啦，以后咱一定会搁个再见面。妈，你是安怎要甲朱丽萍有特别的接触？你甲江超越的关系如何好？这原因我了解，那恁朱丽萍呢？我
我当然有我家己用意甲安排。你着莫忙遮尔济啊！应该互你知影时阵，我处理甲你讲。妈，歹势啊，是我搞坏啊。啊是讲，爱你去联络骇客的代志，你甲联络好势啊？我拢安排好啊，请妈放心。朱丽萍，我甲陈家有真深的牵连，以后咱一定会搁再见面的。